好长的地道。咦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全是灰味和霉臭味，搞不好是放死人的地方。瞧这地方的样子，好像是用来存放先祖灵柩的地下墓室。不过，这未免大了些。我们走了一段不短的路，我想这里可能是京城地下，京中不乏有豪宅的大户人家，我想墓室大典也属寻常。不过，这户人家似乎不怎么照顾祖先，不单是房内，连棺木上都积满了灰尘。这户人家破败已久，空留着大宅没人照顾。哼哼哼哼哼哼，这积满灰尘的木窖，正是你们绝佳的葬身之所。果然，还是你们这些人。上回是看在这姑娘的份上，才放过你们。不过，这回我可不会再客气了。我知道阁下并非真正的邪恶之徒，何以要帮这嗜血危害天下？哼，让邪神蚩尤附身，领九天众魔杀遍天下假仁假义的正派，此等大忌，你们懂得什么？但你可知道，蚩尤一旦附身，人间将送何种浩劫？只因世人仇恨，而祸及天下苍生。岂是灵通天术者所应为的？我可管不了这么多，我如行尸走肉般的活着，就是为了这血恨的时刻，当我者死。不，你并不是真正恨谁，只是难耐痛苦与悔恨，所以替自己找一个忘却这一切的借口罢了。然而天意如此，你也不能全怪正派手下无情，何况杀光所有的仇人，也已于事无补了，只是徒增杀虐罢了。你知道些什么？你知道些什么？哼，和你多说，只是白费力气，来拼个死活吧！看来还是非打他不可，小心他被逼到穷地之时，会拼了命用禁法和我们同归于尽。哼，会用禁法的，可不止他一个人。士别三日，你们的功力竟然精进不少，看来只有。夏侯仪，且不忙着和这些家伙拼命，让我的得意之作来试试这些家伙。咱们好整以暇的，在旁边看就行了。得意之作，嘿嘿，你看就知道了。这是，这是我用数十具人尸拼凑而成的鬼魄尸王，
这狮王不但集众狮之精华，身上所缝人皮更经过磨血的精炼，不为诸般术法，你们好好和他玩玩吧。答应，你这好狠毒，为了造这狮墨，你害了多少人命？在京城没其他好处，就是歹人恶徒好找，用这些家伙凑成的尸魔更具威力。这些日子来街头不断少了许多恶棍，我答应可是难得做这种好事。哼，可有没有人教你把他们做成这种恶心的玩意儿？你说他不会做法，我倒要试上一试。风姑娘，这丹音说话有恃无恐，只怕并非虚言，我们得小心一点。这我明白。我不相信他当真不会做法。我听说过那是魔道的血誓炼咒，只有玄清的无上面法能破，只是这法术极是高深，现象我自己也不会。这狮王一昧的对殷少侠穷追猛打，极是凶险，眼下可有什么良策？知道鬼破狮王的厉害了吧？不单是姓殷的小鬼，今日你们全都别想生你这墓室。但殷你少自鸣得意了，我就不信飞天进法破不了你这邪咒。风姑娘，你不可。如果打倒不了这狮王，大伙横竖都是死路一条。殷大哥，只希望你以后不会忘了我。没那回事，我最多和他拼得同归于尽。我天玄门剑法，如果你死了我也不能独活，不如有我招九渊明英令养仪之行，引四方逆神上清破八力。月儿，你不能。应日月霜华无千丈绝煞，现无魂为月神魔共此破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受什么伤，这一击只是搅乱我身上的气，暂时不能再施展劲法。哼，若那你完成了此咒，那还得了？可恶，果然是你阻拦我施法的。夏侯仪，干得好！这威力卓绝的绝天劲法一出，说不定狮王的血咒真会被破。魔尊皆反造，血肉尽为功，烈魂化焦火，毁尸炼运罪。夏侯仪，你在干什么？禁法不知你会啊，姑娘。这是无天黑炎阵的咒语，反正你们已经赢定了，何必再？八年前我也曾深陷如此绝境，然而那是我没勇气用禁法，结果酿成我毕生的憾事。我很羡慕你有为心上的儿死的觉悟，如果今天有人因为使用禁法丧命，那应该是八年前没有死成的我，而不是你。夏侯仪，难道你飞天明华烈黑炎俱分面？Ugh!
这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夏侯仪这小子为何？应大哥，飞天颜面阵的威力极强，这四王身上的炼血禁咒已破，咱们不要辜负那位夏侯兄的一方心意。我明白，等解决这四王，我绝不放过那大英那老鬼。哼，今天就算你们好运。可恶，又被大英那老鬼跑了。林少侠别急，总有一天会追到这个老妖怪的，大家还是先超度这个鬼魄死亡吧。好，我们要给他做一集了，然后紫风补血，赚一点经验值。这魔骸终于就此长眠了，大家都没事吧？如此可怕的妖物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回想起刚才的血战，我此刻还心有余悸。若非那位夏侯兄舍命破除死亡身上的炼血禁制，咱们早就都是横死于此了。紫风姑娘和风姑娘说的没错，他的确不是坏人。只可惜，当年究竟是什么事，让他遗憾终生？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，也永远都无法帮他解开这个心结了。其实还不太迟，殷公子，如果我能让夏侯兄复生，你以为如何呢？一凡身使用飞天绝天禁法。立即魂魄面上而死，紫风姐姐，这还能救吗？他的魂魄此刻还缭绕于此，并未完全消散。我这里有一件名叫定魂珠的仙界法宝，可以送他的魂魄送回肉身，如此便可让他复生。然而此人是真是邪，尚待未知。倘若他复生之后仍然与我为敌，那便不必为此浪费这件法宝。原来如此，紫风姑娘，你的意思是，到底要不要让他复生，就看殷公子你的意思。我们的性命都是夏侯兄救的，即使他今后继续与我们为敌，咱们也不能因此就不顾念他的救命之恩。紫风姑娘，请你救这位夏侯兄的性命。请遵所属，殷公子，那我这就开始收魂入魄之仪了。有劳紫凤姑娘了。了得了得，中途的仙术果然是精湛无比。紫风姑娘这一手收据散魂的反命神技，真是让平真开了眼界啊。我还活着，是这位姑娘用定魂珠收回你世上的魂魄。为何救我？是夏侯兄舍命用禁法击破死亡的护身禁制，我们才得以幸存，这份恩情焉能不报？是我自己高兴用禁法的，可不是为了救你们。你们的生死才不干我的事。夏侯大哥，我虽不知你为何加入嗜血一伙，但你装凶假恶一点都不像。紫风姐姐说的对，你打从心里就不是坏人，只是因为深恨正派诸人，所以才自居泄密。我说的对吧？
只有一件事我不明白，那就是为何你愿意代替我用计法而死。莫说你和我们原先仍是敌人，即使你内心良善，然而我们非亲非故，你也没道理为我们舍命啊。我知道你的过去必有许多伤心之事，只是经过这许多之事后，如今我们是有非敌，在我避难相向之理，既然你并非真心为恶，只希望你莫再回到世贤那边，突然让我们为难。就算丹音知道我为此，世贤也不会再相信我了。我本以为死了一了百了，哪知你们多此一举，我无端端的解回这条命，却不知道以后该做些什么。夏侯兄的术法修为十分高明，何必如此自轻自弃？若夏侯兄不嫌弃我们本领低微，不如加入我们一伙，一起追讨世贤如何？你要邀我入伙？正是。有趣，有趣！你要邀我入伙？你要邀我这个不久前还在和你拼死厮杀的敌人入伙？殷少侠竟然肯请我将这些仙剑法宝用诸于你，这次不再存心追溯既往。既然你们能信得过我，反正我今后尚无打算，暂且跟着你们亦无不可。不过我话先说在前面，我善用的乃是魔道邪法，兼之个性喜怒无常，和正派行事大义齐去，以后弄出了什么事可别怨我。这个在下自然明白，做法原不需拘泥于正邪之分，只要发自善心便成。夏侯兄乃是个明理之人，我想今后一切自无问题。哼，多言无益，现在该当如何还请示下。这次追溯刚才逃走的丹音呢，咱们赶快从那门追出去看看，或许还能找到他的踪迹。至于有关嗜血的种种，路上再逐一向夏侯兄请教。那就行，随便吧，要走就快走吧。